啊，礼拜五的这个第三史，叫做妙法。像这个佛法的妙法，像我教大家超度啊，像这个超度啊，就超无超无超无超，像我给比丘尼师兄你讲过啊，这个超度不是啊，你观想都在眼睛，不是在啊，一直给他做啊，这一直光一直走，一直光一直走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就关了就没有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的。啊，主要是在心呐、啊，像我们啊，佛法叫心法，啊，像这个心法，他们心要住，啊，能定，啊，你要有戒就有定了，没戒就没定了，啊，像学佛真的能妙之法嘞，像我自己呀、啊，学了三十几年了，跟了佛，我就一直抄，啊，不管中国啦，大陆这个中国来讲这个。啊，包括这个我们日本啊，这个像我们的皮肤都一样的日本啊，啊，包括这个东南亚，啊，包括香港，包括台湾啊，包括澳大利亚啊，都在抄的，而且三河大地也在抄，啊，像这个仲林啊，哎呦，像我在抄，你看进入水里啊，这水里的这个东海龙王、西海龙王的白龙，哎呦，都是仲林的嘞。没人懂的 啊像我给大众讲，又听我们的眼睛啊，它是科技的科技、啊、它眼睛空间开起来不得了啊，像某种一直干扰我眼睛啊，哇，现在变千里眼啊，谢谢你们帮助啊，今天你不攻击我，我今天也不可能成就啊，谢谢你们某种啊啊，尽量攻击我已经千里眼了，再攻击我更上层。很多人不懂的嘞，啊，攻击啊，所以来因啊不受常法，啊，常理所限，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啊，不受常法常理而所限啊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只要做好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啊，啊，要有规矩。像我们现在人道大部分都自私了，我好别人不好，不行的嘞。啊，我好你也好，大家都好，这是佛法了。假如我好别人不好，那不是佛法，那是邪法。像今天啊，你看到那个啊，这个啊，永宁法师访问那个仙人，讲得很好，他只有访问一点点，他访问多，他讲得更多。像我也给啊你们那个法经讲过，我说来了有灵法师，你要多讲讲，他就是一张，他就不多。啊，永宁啊不得了哎，我讲了他也不听的，就是好像怕吃亏了，啊，多几张他会怕吃亏就对了。啊，永宁啊，禅高法是很重要的。啊，禅高法师是佛法界的佛来的，他也是在当护法，在跟禅宗法师啊，啊，能够啊这个在一起，啊，禅宗法师给他介绍，后来他跟了我，他才知道哇，这超度不得了啊！啊，人家要讲，给人家多讲啊，不要怕吃亏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在访问，我也给大众讲。啊，访问呢、啊，只要是真理啊，啊，讲人家能够醒悟，多访问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甚至啊，超越常理啊，常法而能够造福，帮助众生。现在我们也给大众，其实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。啊，像你刚刚就进入空间了，我看见了，一上来就进空间了呗，谁也抓不住你，只要你妈看你也不晓得你进空间。啊，你看你看到这里进入空间，看着进空间，你弟弟常常这样的，
啊，一坐下来写字，他的净空间，啊，这个就是思维啦。啊，思维一来，你看看进入空间了、啊，啊，这个头脑就不是自己做主啊。啊，所以神智啊超越常理常法，而能够造福帮助众生，而、啊、且不违背常理常法，啊，那么此法可称为是妙法。那个妙法像代表的六字洪名就是妙法啦，啊，六字洪名能救你啦。像你们日本人呢、啊，能够醒过来，日本人救钱，你们功德很大，你们一定要发挥。像你小女儿不懂的嘞，啊，这也是啊，告诉你啊，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身体也不能做主，啊，应该啊，啊，我是个日本人，我要给日本人知道这大法，啊，原来佛在相关大佛寺，啊，我要给日本人知道嘞，啊，日本人最少有希望，每个人你看有钱也等死。啊，你看日本人很多很有钱的嘞，没人懂嘞。啊，而这个妙法是身体啊，它不会老，啊，灵性能提升，这不得了的嘞，帮助很大。啊，这个帮助大在哪里啊？见性。像啊，我刚刚都没有时间了。我还想超度，我时间都不够，真的。啊，一有时间呢，就想要赶来超度，佛就在旁边的嘞。啊，像我们这个，那比妙啊，比妙法可称为妙法，如林中啊，成年老木头，要真心的。像现在念佛念这阿弥陀都不是真心，啊，这个真心啊，跟佛心一样就是真心了，没有自己就是真心了，啊，假如你能真正的跟佛一样的慈悲，像你们没有探讨说啊佛为什么这样的，啊佛为什么不做的，啊，你要探讨这个你就知道说佛的慈悲。这样的是速度在救人，就好像我们人道啊，你一善，你有善，他马上救你；啊，假如你自私，他就没办法了。假如我们要尽力的纯净纯善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而且这六字好兵，哎呦不得了，翻光动地的，看你会不会练。啊，可以带你啊脱离轮回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若平日啊一心念佛，这个一心法好像大家听不懂哦，其实一心超度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皈依，那么不要讲去讲皈依啦，啊，走路就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大地啊，山河大地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你好像看这个没有事，这个事情可严重了，啊。严重可以救人，啊！你讲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大山和大地就看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小弟弟又来了，啊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没念南无，他的衣服就脱了，他进入空间出不来的。假如你能够，啊，走路就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每天走这条路，他一天听不懂，两天听不懂，三天听懂，他就脱离空间就打开了。啊，那你救了无量无边的啊众生，你就赚到了。像这走路都要念佛，不是自己在听佛号啊，心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人家这个啊，这个山河大地看你来南无阿弥陀佛，哎呦，南无阿弥陀佛来，他就脱开了。他不念佛，脱不了的嘞。没有人懂的啊，说人以平日一心念佛，念之一心不乱，人定不受外境。而干了啊！不要讲我们度多少人，不用，你就每天做啊，每天耕耘耕耘，净化自己的细胞，不一样的嘞。
啊，念字打断了，妄想杂念啊，全身得净化。这个全身净化，这不没有一点思维，没有想了，不能想了。现在佛法的高纲，我给大家，只要你想啊，众生就到。不要去想，想佛，你身体很好用的嘞，而且能量充足。啊，来练五练五练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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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！像现在佛给我们打开，万物都是啊，啊，吃的也是啊，吃的也是种灵的嘞。所以啊，你在你面前，你要给练十身，给它净化。真的，像我们最笨就是打妄想的，不要一直净空间。啊，净空间呢，对自己伤害是最大的。啊，像我跟他净空间啊，消耗能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睡着了，进入空间，里面的众灵就在给你吸气。这不是我打开啊，我也不懂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千万不要眼睛闭着就进空间了。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！啊，念字打断妄想杂念，全身得净化。啊，念字无我无分别，能量足。啊，念字能而啊，念字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像我们讲说念而无，无念而念啊，大家也听不懂。啊，这个佛啊，人家常说啊。啊，这个好像是哪一位讲的完结，啊，念念佛念打的念佛，念佛是许如法身如，在我们家那个门口贴这个，哈，好像是哪一位法师的，真的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啊，不能做主啊，人到来这里就输掉了。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啊，你可以拿来这里拜佛啊，这里都可以拜啊，都可以拜，后面都可以拜啊，啊，不要去楼上拜，没人呐、啊，啊，拜无拜而拜拜，帮助自己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念字无我无分别啊，能啊能量能定，啊念字念而无啊念字念而无念无念而念。像这个学佛来讲啊，你假如不养慈悲心很难学。啊，看到众生苦，知道要救。假如说我们出门不是走马看花，啊看了人家一堆一堆的啊在讲话中，不是的，看到人呐、啊。都不是人，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，很严重的。这个法华恩好像听不懂，就好像我不想生病，他生病了。啊，我不想啊啊，这个吐他吐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不能做主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功夫一定要学，练无练无练而练。啊，练至法喜充满，全身精神好，能量充足。像我们啊，练佛不能骗人，你练得好，能量好，真的。啊，他不会累的。现在我学，我才知道。睡越多，对你伤害越大。没人懂，好像我们人大来讲，睡觉是正常。啊，像以前没有学佛，哎呦，啊，一个礼拜六啊，睡到啊礼拜天的下午，哇，起不来的，也不晓得是附体，啊，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原来我们身体啊，附体很严重的嘞。
像我们身体啊，给大众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哦。啊，只要你真正了解佛法，啊，全身精神好，能量足，啊，为妙者妙法而能够显妙处的微妙啊，得啊微妙意。这个妙法给大家很微细微细都要看看，就好像你们现在在写牌位，某种写牌位，某种觉得难听啊，你给他改好听啊，为什么？就是某种，不然某种造诣很大的，没有人懂啊。啊，这个妙法就是你什么都看好，没有看一眼不好啊，什么都想好，没有一眼不好。假如说黄啊，你能听我的，以后你的脸相不会变啊，永远长得好看。假如说你啊还是啊这个喜欢生气啊，像你弟弟脸相都变了啊，以前很可爱的啊，越生气啊那脸就变形，难道没有人懂的嘞？啊，只要你都看了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每天呐、啊，华喜双满。像那天，啊，这华我就给华英讲说，你要华喜，啊，身要华喜念佛，不是啊，这念佛这眼睛闭着痛苦的，那不是佛法。啊，你要华喜念念得很开心，那就是佛法。啊，而且这妙法不止利益啊，持法者，而、啊、持法者则自心念佛，啊，若持法者自心念佛，能感到身中的缘亲父及众生某种一同念佛。啊，像不能有一点恶念呐、啊，都要善念呐、啊。啊，纯净纯善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他没有救谁？救自己的嘞。啊，众等人同受净化，啊，能感得身中的缘亲在主护体众生某种解脱法，啊，不但帮助自己消业啊，解业啊，消灾解业，也是帮助身中众。像现在啊，我在教大众，就是自己心要改，你就可以翻业。啊，看什么都不能生气。看着人不能有恶念，你才能救自己的。家里面啊，一下就生气啊，眼睛就红啊，就想哭耍赖，众生就到了。现在很多孩子是这样的，像啊，我们啊，对自己本身要负责啦。啊，这身体叫做科技的科技。啊，能感到身中的冤亲债主，啊，护持众生及某种一同念佛，啊，众生能够，啊，这个同受感化。像我们现在进入空间不怕，进入空间啊，不晓得进入空间事情严重。我现在看到很多，啊，进入空间就不晓得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像现在啊，学到大法。进空间对自己是一个伤害的，啊，说妙法不是利益啊，啊，利益啊，持法者，啊，若持法者以自心念佛，把全身的细胞给改了，真的，给大众讲要听我。啊，像这江一禅啊，啊，常常进入空间，应该写这空间的是什么？用一张白纸写，我又进空间，这又是什么空间？啊，我又进空间，这什么空间？你只要能够写出来，你就翻页了。啊，不然你看看笔拿起来，啊，就建州功啊。
的事情严重的了。像你们看老人家好像是正常，这事情可严重。啊，众等同说，净化不但帮助自己消灾啊解业，也是帮助身中冤亲债主护持众生及某种消灾解业。这句话好像听不懂，你要慈悲，把自己身体的细胞先度了。啊，我们身体什么都有，某种什么都有，像你们都会生气，都有某种的啦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啦。啊，只要有嗔恚就有魔动。啊，所以乃因佛号及佛力加持啊，诸众啊愿意化解。站在我们这里啊，只要你真诚的要改，很好化解。假如说你每天敷衍，像你们在敷衍啊，做什么事我看得很清楚的。啊，叫你去做外面，啊。你要不振作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一点一滴啊，一点时间呢、啊，都在你身上得得到的。我给大众讲又听。啊，等到你不能做主，这事情就严重了。啊，都是自作自受，没人害的。阿德说他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啊，一直度这个给大众呀，啊，往心里一直净化，啊，一直度我们里面的累劫累世冤亲债主，本来恨死你了，啊，你就改了什么都纯，啊，纯净纯善，他就改变了，他不会恨你的。啊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啊，受到超度升级之机会。你看在这里跟你几世啊，啊，六十几世、五十几世，还有甚至七八世，啊，像这个孩子都是在三十八世，啊，三十七世，他好像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，很快，哈哈，哈哈。十八世纪的人哇，他人生很苦，他也不晓得苦，哎呦，我看他太苦了，啊，你说叫他改，你说好不好改？难改，啊，人单不单纯，很单纯，那为什么是难改？啊，根深蒂固的难改，没人懂的。像我们现在学佛很多了，信佛很少。真的学佛成功啊，你见性了。真的，这个见性啊，可能法恩听不懂，见你眼睛开都看得见了，那叫见性了，都能解决的。啊，所以一能够啊，啊。所以帮助众生呢、啊，啊，冤亲债主，啊，来因啊，啊，佛号及佛力啊，加持，助众愿意化解。哦，外扩我哈，对，我的眼睛越来越好，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得受啊，超度及升级，以至身中诸众百千万劫难遭遇之时，真的，像我们呢、啊。来啊，出事又把他带回去，他又在等啊，来又出事又把他带回去，啊，这次、啊、要大量的超度，把他送往西方，不然我们众生千千万万哦，都在你细胞里哦。你不要看你小小的、矮矮的一点点，里面是宇宙很大，非常大的嘞。啊，我们要养慈悲心啊，现在你能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就是养了这，把这个众生一起带回家。
啊，不要自私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其实非常好改。像人道都骗人的啦，不好，什么都骗人。啊，说此为相关诸之一词，啊，念佛妙法中啊，所得之莫大法意。啊，所诸之啊，一生中啊，诸众啊，皆当把握才是啊。这个老师在讲，大家要珍贵哦，哦，这实在太棒了。像这个妙法给大众讲，只要你纯净纯善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像啊，王一双佛开始，老师开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礼拜六啊，这个佛开始叫做净化与清净啊，哦，很重要。像你看我在修行，我在净化呢。啊，每天没事，啊，有事就做了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能做无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越净化越清净，大家听不懂，都没事，有事就做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身体啊都有对立。啊，越没对立，对立是帮助在就是个性啦。像我们的败笔就是自己有个性，啊，自己有个性，啊，就不能进化的，没人教。现在佛在教要听，啊，什么的什么人都跟你没有关系啦。啊，什么人跟你都有关系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能见性，你就混浊了。像啊，我很幸运啊，哎，佛在用我，真的。啊，再辛苦啊，啊，你说辛苦不辛苦？像人道，我告诉你，你为了自己身体很辛苦的，跟了佛一点都不辛苦。像随时魔众都会找我的嘞，啊！刚刚我在刷牙，他又来找，找就找，我给他我纵使生死骨，都是言行永不退。啊！你越找我，我越值钱呐！啊！本来我眼睛是普通眼啊，你搞了我眼睛变成千里眼，我给大众的我赚到了。啊！说魔众，你不管干扰我哪个地方，我那个地方都开发起来不得了。啊，所以你越搞我啊，我这个越精华，很值钱的嘞。啊，这个也给大众叫做信佛啦。啊，真的信佛啊，什么都不怕。啊，跟个真理走，宇宙真理不偏的嘞，而且智慧如海啊。啊，越是净化越清净，啊，越是浑浊啊越污染。为身体啊，啊，为自己就一直污染了。啊，你要为众把自己忘掉了，你就见性了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这个从净啊污染快，啊，这个从染啊要净就很难。啊，这为什么呢？为了你身体没有人懂，为了身体付出代价太大了。像我们现在贪嗔痴都是为身体的，而且身体又假的造了无量无边的罪，还要下地狱受报，哦，划不来哟、哦。地狱啊，你们是不能带进去看，不然我带你们去看，你们吓死啊，很可怕的嘞。
啊，为这身体啊造了这么大的罪。啊，这身体怎么造罪？生气、不满，就造罪业了。现在很多父母不懂了，孩子造业都不是自己孩子的，都不是自己的，很严重啊。真的，像在我们这里啊，啊，污染来这里净化，要听话可以的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，修行啊不能思维了，啊，你想的越多，你不能解决。啊，你坐在佛号里，哎呦，好像啊，幻念啪，突然开悟了。像我们呢、啊，人道给讲，你只要会看人呐、啊，你会悟性啊，啊，能够醒悟过来。假如你不会看人，醒不过来。啊，像你看学问都很好，看人读书读得很高，好几个啊，这个好，啊，就是走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读了这么高的书啊，为什么走不出来？啊，他好像被定死了。把身体假的当作真的就定死了。像我给大众人，不管你博士、硕士，什么事都好，啊，我搞一口气不来，你就死翘翘，还是轮回的来，没有人懂。啊，所以要净化与清净啊，在我们相关道我是不得了，只要你听话。占福报最大就是相关道不是啊，给你拜佛啊，给你念佛，没有压力的嘞。只要你能净化找回自己，你就赚到了。主要在觉悟了，觉醒了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所以能够以宇宙实力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止住，唯有觉醒。啊，虽以受难啊，亦好，却好过于懒而不知觉。在我们这里是讲听经的、啊，像现在很多人不懂，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大了，不知觉，而且自己一直想一想，都进入恐惧。现在月饼你们在家这三年也看到，都在想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想不出的名目来，有没有？不然次次就想催催催，叫催催拜拜，好像你就是幸福。这要度众才幸福嘞！啊，应该把你的姑姑给度了，怎么你们都没本事，没办法。不能老啊，不然身体一直被占走。啊，能够救日本人呢，不得了。日本人也有阿弥陀佛，他这个善导大师的、啊、有名，延寿大师都在日本很有名，他都很大的佛像，啊，西方三圣都很小，我看到了。那个庙我去了好几间了、啊，以前都去做看。啊，其实他们那边都很宁静哦，要修行好修，没人教，很可惜。像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有个性了、啊，都有这定性，啊，所以要来这修行啊，比较辛苦，啊，为什么修？他会进入空间，只要早一点修不会。像现在华恩啊，一开始要进空间了，他有时候你看站在那边念佛，你看他进空间，他弟弟都会。所以一进空间呢，啊，要找回自己就比较难。像我给这种见性很重要，像这个大力啦，啊，大力里面都没有。假如说这个啊，华语有大力啊，那就不得了。大力就是大心量啊，
我要度一个算一个，不要讲说我要度多少。像我以前呢，在度呢，也不是说要度多少，啊，以前在我自己家也有佛堂，有没有？啊，人家来我就介绍，有时候讲经哦，越来越多人听经了哦，啊，听了大家都很喜欢来啊，听了听道理，啊，听道理大家就比较有心可以安了、啊，就好像你又在日本呢、啊，啊，也可以讲经，啊，人家来你家听，啊，听道理。啊，人家一个介绍一个介绍一个，你就是讲经啊，这个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的，能够救人。啊，假如栽培的能够讲经都不得了。啊，你们华路嘴巴比较利了，他嘴巴不利了，啊，这个可是他也可以讲，其实他要开花了。啊，不要太软，要像男人婆啊，才有办法突破。啊，不要娘娘腔了、啊。啊，救人一个算一个，真的，像你也可以讲经的来，你就不会一直老一直昏沉。啊，不过你要学会医病啊，像我们这里医病很厉害的。你有没有看啊，孩子气喘这么厉害，外面医不了。像这他癌症现在能吃东西的来，他在台湾人家宣布他死刑了。啊，医生就讲他不行了，啊，那个仪器进去不通的，来这里通了，啊，我整个把它打开耶，光想啊进去啊，整个进去他身体我进去，每天都要进去的，这个佛法很棒的，他自己都有感觉，他体力比较好，啊，本来他两个脚不能走来，没力。你看现在华会从早上到晚上他也没休息啊，对啊，也没有休息，也算厉害了。他儿子就吓到了哦。现在人讲不信了、啊、我们也不去理他了啊，他不晓得这佛法的深奥啊，其实我们都在调心调善，而且他众生也听到，哎呦，我要生气生不起来，你都是这么善，是吧？你只要纯净纯善，众生都生气生不起来的嘞。像就像这几个孩子，人家都要把他抓走的嘞，都是我在救的嘞，每天在救。你看现在法师啊，还没有睡得这么厉害，我以前一下就进空间了，啊，现在给他，可是他还是不成长，自己不成长了。啊，自己成长应该要突破，没有突破。这样啊，救人要救自己，要先救，要大力啊！像你只要有大力，阿妈都支持你，知道？啊，你一定要讲经呢，要有大力，重点。啊，真的，日本人看有没有福报？啊，其实真的，日本人要救。我好心给你讲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日本人跟我们皮肤都一样，你看看都一样的啦，只是日本中国不一样，啊，像这个大法不就很可惜耶，真的，像我们有空再来聊一聊啦，啊，我都时间太忙了，我们摆个顶顶我们不再聊，啊，这个叫他好好的聊一聊，真的，假如能够开发日本最好，而且你们日语又这么厉害，啊，像我都要救了，我没有一个不救，啊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啊，若能爱这个啊无染是利益止住啊，我也有决心。现在不是说啊，你像讲做这慈悲来讲，啊，像你要了解看这几个孩子有没有慈悲，他不慈悲的。他也不知道自己生命是有限的，啊，这个为什么不慈悲？我给阿兵讲，又听啊，那我自己抓得很紧，就不慈悲了。啊，你假如说你今天修行啊，把自己抓得很紧，你想见性不可能的。我看了几辈都是这样，真的很可惜哟。啊，你说你能够布施掉，啊，其实我也给人道讲，你不布施掉，你到后来也是生老病死，
就像我为什么啊，摩诺找我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值钱。啊，我觉得啊，你不找我，我不晓得我自己这么值钱。你找我，我才知道值钱，这更法喜的嘞。我怎么会害怕？我在讲，摩诺有在听哦。而且你看佛尊写出来的功啊，你看佛跟娑婆在超度，你看我好值钱，很值钱的嘞。啊，人道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值钱，啊，佛跟你在一起，像华语好好的修，啊，真的要救日本人，佛就在你旁边的嘞，真的要大力啦，啊，不能太软，啊。所以能够啊，这个越是净化越能清净，啊，越是浑浊越污染，所以由静入染易啊，由染反静啊，需要下功夫。这个好像下功夫就是自己一个惯性的，啊，若能啊也与啊这个污染时立即止住啊，唯有觉醒，啊，污染就是哎呦我自私了，我不行。我给大众人千万不要自私哦，啊，所以以受染啊，却好过于啊，染而不知不觉。污染啊，你要回来很难哦。像阿弥陀现在就在这里啦，他是镇住的，好好的经营自己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真的，啊，所以。我如懒而未知如何得净，这个懒啊就是习惯，像现在我给这个懒啊，我分析给大众听，大部分都是自私的，啊，你说现在人说哪个不自私？其实自私都是害自己，不懂，所以清净自在乃是本有，啊，却去啊遍寻不着，而见污啊污秽不明来受懒，本该自性做足，如今自性何在？就好像你污染以后啊，你的灵就被抓了，他就给你锁在心，你不能进修。不是本灵啊，都是众灵做主了。现在很多啊，不该做主啊，不该自信啊，本该自信做主，如今自信何在？啊，灵被控制，而不慎入于轮回，染着浓垢啊，乃至覆盖清净。无处可寻，啊，想的都是坏，不是好，啊，心很坏的来，所以于是啊，忘却之心，包受无明而作弄，啊，灵性受伤，啊，无明做的就是你不能做主，他叫你生气，啊，你就一直生气，他就在那边拍手，啊，你上了我的当了，你就造业了。啊，虽得有人生啊，却是伤痕累累，生病了。现在很多人生病的，不能做主啊。所以心本光明啊，如今暗沉。啊，心本啊光明，如今暗沉。赶快起来拜快点，啊，才不会睡觉。说心本光明，如今暗沉。啊，原本黎明觉者，如今啊浑浑不清。啊，以五浊恶世中，啊，这个幸有佛恩庇佑，真的。啊，佛都在等你啊，等你苏醒。啊，那个苏醒起来就赚到了。真的。说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世间人间成佛，这句话大家肯定听不懂。人道每个人都能成佛的啦，看你要不要精进了。你要知道，农历七岁成佛，七岁哦。啊，不要说我这么小能成佛，这样你随便就能成佛，没有人懂的。
啊，像我们今天感恩我佛啊，在五浊恶世啊，每个人都自私自利，不懂啊，能我们听我们那香湾大佛寺的网站，你们就懂了啊。说释迦牟尼佛来，阿弥陀佛来，示现人间成佛之道啊，开显弥陀西方极乐世界离苦生极大法，在暗冥之中啊的净土啊，三千年前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来这里示现成佛的呢。真的，像这句六字红名，很多人不能珍贵的，很重要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文者大大福称名南无阿弥陀佛，日夜精进不懈，净化殆尽。像我们净化慈悲啦，不能有思维就是净化。假如说你今天一个头脑都不有思维，我给大众讲，你净化再净化啊，就把自己给救了啊。懒浊得除，名不在。像你们今天假如说真正的六字红名都不要思维，我很快见性了。给大众讲又听哦，纯净纯善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啊！心光在心，灵敏觉知在心啊，回归清净得见本来面目，很棒的嘞。找回自信不得了，自在了，不像人家还有人到醉生梦死，像我们能救一个算一个。啊，回归清净得见本来面目，心也灵清净圆满。而且呢，空间都开着了，像你们现在不晓得空间哦。一层一层开起来就不得了。像这个要心量了，像我在超度啊，我秒针在超度的。啊，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秒针，啊，这秒针在这都有空间，这秒针都有空间，秒针都有空间，一直在超度。所以进入秒针的空间，你都出不来。就把它打开了啊！你不是学大法不懂的嘞啊！你心量越大越大，找回自己啊！像我们要修行来讲，就要灵性的净化啊，这身体啊、心与灵啊，清净圆满。啊，净化在净化，不见浊，不见暗，唯有净，唯有观。这句话好像听不懂，不看不好，什么都看好。啊，一片光明的来，没人懂。啊，像我们今天闻到大法。啊，感恩我佛啊！啊，正住香观大佛寺，佛在香观大佛寺啊！啊，人家讲真，很多人在拜佛讲有求必应，只要你要改，都有感应的。啊，这感应怎么感应呢？给大众慈悲，啊，慈悲，慈悲再慈悲，慈悲，慈悲再慈悲，可以感应的。啊，所以如今相关民族政治来因见众生啊，啊苦难
老病难行，背离之心，入息则虚。要去希望的很吵啦，没有人懂。这样啊，我给大众，我们闻到大法啦，啊，见性很容易的嘞。想要大福报，家里心肠好，啊，你要来见佛很容易的。像我们希望一些年轻人呐、啊，知道世间苦，啊，想来学大法，可以的嘞。啊，所以大盼啊，我们现在网站，啊，能知者见者，啊，闻者请速来相关大佛寺，啊，得受弥陀净化，佛光化解群众老病的情。真的，啊，称念佛名，那阿弥陀不断，身安平啊，心平灵完整。现在我们三摩七波要完整的了，现在达不了，你看他眼神就知道没有完整的。这不是学佛不懂啊。啊，说身安心平，啊，灵完整，家人倒很苦的。啊，希望大家能找回自己。啊，见性成佛的。啊，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讲，现在从我小看到大，啊，人家说往生往生，没有看到。现在往生呢，他能跟你对话，就好像金刚老法师在法净土可以对话一样。啊，现在老法师每天在生产。啊，只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没有法务，现在都有。啊，毕竟要尊重我啊，师父释迦牟尼法师啊，我啊叫他啊讲一些，今天不要讲什么。像我也给大众有生要珍贵哦，当然没有生就来不及哦，没人懂。啊，所以这个在我们这里贵宝地修行就是，啊，找回自己本啊本灵，身安心平啊，灵完整，啊，毕竟离苦生息啊，修行渐进成啊圆成佛道，啊，但盼知者见者闻者请速前来相告。像佛在讲这个。你们不听啊，像我都在策划，啊，几百个人来都有地方住的，啊，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，你看佛心量这么大，啊，能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假如你有听啊，相关大佛寺，啊，佛开示老师开示，心当明于定时啊，以心定中明白修行。像人道来讲，大家要清醒哦，啊，冷静自心啊，面对时辰啊，诸事能以心中自稳。带不走的了。
每一样都在不同。他叫什么？说学以其中，直至突破成长。修行在此时啊，自心可以调，像我们都可以的嘞。像你们要听经的，啊，听经很重要。像你不晓得，这众灵很多的嘞。你只要有身体，就会被附体啊！啊，你只要学佛啊，啊，真正的与真理，身体比较不容易附体。像我们身体，只要是真理，魔终于干不了你。就好像他们用魔性啊，干了你头部啦，干了你眼睛，干了你脚，随你你啊，随你你啊。啊，人到人这么值钱。啊，还给你攻击，很值钱哦。像你们都做不到这一点。啊，连睡觉都在笑，我怎么运气这么好？哎，啊，跟我在超度，给大众讲。啊，跟我在超度，给大众讲，这百千万劫难遭一点。说修行自心啊，莫以动于心波。啊，因定生慧。像现在老师啊，跟佛都在打开哦。啊，打开这个空间的空间，空间再有空间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这个佛开始有讲过，秒针啊，不是只有秒针，都是空间的来。啊，现在超度速度要很快。啊，像我在超度，速度会很快的。啊，这个看到就到了，速度很快。像讲这个，很多人啊不理解。啊，心到就到那里了。啊，这跟谁学的？跟我和那妈咪都学的。啊，以慧念力，啊，降伏魔怨的微妙法。啊，能做无做，无做无做。像我们现在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在人道来讲，这微尘的微尘，微尘有微尘啊。其实我给大众讲，魔众在受报很多。像有没有啊？我们还问一个魔众啊，他在哪边受报？在水泥浆受报啊，水泥浆在转啊，水泥在转转转转转，他在里面转啊。啊，转以后就要固定，把它固定，固定在水里的墙壁，几万年都出不来。所以给大众千万不要造业。啊，为了这身体造业啊，还有付出代价很大的，没有人懂的。很严重的，像我们现在很多为这身体付出代价了，在地狱的一堆了，啊，地狱都是为这身体付出代价的，啊，像老师讲，以暗处啊，若见光从啊缝隙啊照来。可见微光中，啊，许多细小密密麻麻的微尘粒子漂浮在空间，这个都是重力哦。像你有没有看到窗户打开啊，光打进来，
看到灰尘一大堆，那个都是中灵。啊，其实微尘粒子是微尘粒子，以为是微尘粒子，因为微尘粒子有85英雄，都是灵的。像每个人都有85英雄。啊，像这个东西哦，整个大地都是在来。啊，不相信拿了一粒很小很小细的沙，都可以访问他来。啊，那为什么他变成这么小这么小细的沙，在说吧。不懂得的。啊，这一集是每一粒啊，微尘粒子皆有事，皆是理。阿有微尘粒子有85星宿，没人懂得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整个地球、整个宇宙、整个银河系，啊，有微尘粒子都是有85星宿，都是重灵的。啊，像老师讲，一粒微尘粒子是一个零啊，两粒微尘粒子两个零，以此啊类推，那么缝隙的微观中多少微尘粒子？所以我给某种讲啊，啊千万不要受报，像某种受报很多的了，啊有在那个啊方土的那个啊这个泥浆里，啊有在岩浆，还有这缝隙啊。啊，清楚看都是魔动的，为什么它被吸走受爆在空间出不来？所以我给大众千万不要造业，造业你进了空间，谁都没办法救了，没人懂得来。像我们为了这身体啊，值不值造业？不值得，太不值得了。啊，所以无量无边的微尘。粒子啊，漂浮在缝隙的微观中，那么在人们所处的空间有多少微尘粒子？哦呦，啊，不要讲了，这佛堂外面，我今天在改开门看，蚊子又一堆在那里，你看好快。啊，在蚊子在那里就死在那里，醉生梦死，一堆哦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为什么会啊这个啊蚊子啊这小虫啊这最什么他不懂，他造了业啊变成小虫啊死了生死了生死了生都在空间的嘞，他没有办法出来的嘞。啊，那么在人们所处的空间有多少微尘粒子，数不尽啊数不尽。啊，无量无边啊！啊，一粒很小、很细细的沙，都可以访问的。啊，你才知道这灵体啊，你看有这个身体啊，要赶快去运作。啊，好好的修行，找回自己，不然你啊，等那啊造了业，变成那微尘粒子，我们输掉了，真的非常严重哦。啊，说多少微尘粒子啊，被吸入体内，而成为体内的重尘之一，就好像这空气，啊，一吸进去，所以啊，环境净化重不重要？身体净化重不重要？啊，心的净化重不重要？灵性啊，净化重不重要？那净化环境及自己身心灵识。人道是这样的，啊，没有事不要管太多，啊，人做无做无做，都服务大众，没有自己能见性的，不然很难哦。啊，像人道，像这个余亚平，你在日本看到，每个人就等死，要不要？
啊，他不想一没空气就再见拜拜，灵性出来没用。只要你不在我们这里听见，没人懂，没人知道。像我们也是尽力在救，能救一个算一个了。啊，救不起来我尽力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在救。啊，自己啊一直在救。所以啊，净化环境及自己身心灵时啊，也是在净化周围及身中的有因众生。身体的重点重要了，啊，能做无做，无做做做做做做，像我一个那种见性很重要，啊，叫做见性啊，你一天拖一天呢，对自己啊损失很大，啊，假如你能够众生与我一体，阿中与我别般人为，那我告诉你就赚到了。像我们人大，我很讨厌，我不喜欢，那都不行的嘞，真的。啊，什么都要好，不能坏。啊，所以啊，众生与我一体，众生与我本来就是融为融而一，好想好看好，你看我坐在脚里面。萨摩什么都看好的嘞，做众生才有可能啊跟着想要看。啊，我转善，众生才能够转善。这句话好像你听不懂，众生就在你身体里面啊，你转善了，他就转善了。啊，假如法娘你能听见的，带动弟弟两个人以后就不再吵架，你就是你妈的宝贝。哎，家两个还动来动去，又吵来吵去，你就输掉。啊，为什么吵？自私，有我。啊，你不吵就没有自私，有我，就好像光跟妹妹吵架一样的意思啦。信念不够的。啊，好像你们两个吵来就我大你大。你们两个都输掉，不能继续。所以啊，第一个用这个心来带动众生的，真正的纯净纯善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我转善，众生才可能转善，一切从我自己做起啊，而会靠我来。像啊。我都是靠自己，我不靠外来的。像我们 啊已经碰到阿弥陀佛，赶快去给他介绍，他不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啊，像以前啊，在台湾啊，古今回来，我常常去香港的，真的，人道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像现在我也给全世界师父讲。啊，你的徒弟啊，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应该高兴才对的。啊，假如你的徒弟啊比你厉害，你就有嫉妒，佛法就灭了。很多人不懂，现在还要我撑起来，不然我告诉你，金刚大法佛法就灭了。你说呢？他60年就灭掉了。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养心、养心量很重要。啊，没有心量，输掉了，没人懂。好，我们来看礼拜六的玉竹。啊，他名字叫黄满妹。感谢师父，感谢。啊，感谢师父，我是60位玉竹，真的很幸运，能被师父前来。希望极乐寺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念佛、拜佛，很感动。啊，尤其看到希望庄严的景致啊，啊，心里更有深深的感觉感触。
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早日回到西方，不要在轮回受苦。现在就说说我的故事了。我的名字黄满妹了，大家都喜欢叫我妹仔。从小看到大，从年轻到老都一样叫做妹仔。我妈生了11个孩子，前面10个都是男的，最后生我一个女的。11个，吓死人了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所以全家人都很疼我，尤其这10位哥哥，每个都非常照顾我。还记得大哥第一次赚到薪水，就立刻买要帮我买衣服，他买了一件裙子给我，说我是女孩，就应该要穿裙子才好看。我将裙子套在身上，问大哥：“你看好吗？”大哥突然没有说话，我立刻笑出来，对他：“裙子虽然是做给女生穿的，但也要是人才穿。大哥，你看我每天跑跑跳跳，像个男孩一样。这件裙子穿在我身上，就像男扮女装一样，太奇怪了。我还是穿这件短裤最适合。”大哥也笑死，笑死他认为啊，让他我说话，你要将裙子收回，送给隔壁的女孩。从小跟着哥哥玩在一起，跟自然学会他们的动作啦、说话啦。方式了，所以我也像个男孩一样。如果没有仔细看，真的会将我成一个小男孩。我也乐得当一个男孩，一点也不想当女孩，所以我也不喜欢去学习女孩样子了。而且小时候我要自己是女的，不是男的，跟妈妈吵了很久，要妈妈重新把我生一次，不要是变男的。让我怎么生气发脾气啊，最后还也无可奈。在家里的人应该做，我同样是被要做并没有因为我像男孩不用做。所以我学会了大大小小缝衣服啦、烧菜啦、煮饭都拿手。只是如此，我跟妈妈学了一个专长，就是替孕妇接生。这个也厉害，她也能够接生哦。这个第一件事呢，这个帮忙产婆，说妈妈真的本事，每天要去帮人接生，在服务全体下的时候，我不得不服从男性上的文化，男人说了算，男人做的决定，女人也不能有意见。这个看上我这个男人婆时，我不得不嫁。直到我亲戚是我家一个对我很好的先生，很多人说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像男的，他像女的。所以不可能有男人不管女人啦，他们将女人啦当作一个示范。但我先生并没有这么对我，反而很尊重我，所以我也不用像母猪一样一个生一个推一个。和他结婚后几十年一个孩子都没生，在村里的人都感到意外。很多人问你为什么不生这问题，每个人问我，我说替人接生孩子久了，自然就不想生了。他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回答。我告诉他好几个因素，他从我妈妈当产婆时就开始帮他接生，到后来换我接生，妈妈产婆工作，换我替他接生，看他整个家都是孩子。生一堆一堆，每个人都没有被他好照顾，像母猪一样一窝。我心里总是想，如果能够有人影响这个孩子接过来照顾。不止如此，有很多没有结婚就怀孕的孩子，他们偷偷来家里敲门，求我替他接生。这女孩子要被人知道，没结婚就跟男人有孩子，绝对无法继续活下，看他不知所惜呀。又求助我们，我都好心帮他，将他带个隐秘地方，然后帮他孩子接来。很多女孩子将孩子生下，告诉我他没有能力抚养，我该怎么办？男人抱着我说的，总不能叫他丢掉。我心里孩子没收养他，所以还好我现在是个老师，有能力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帮他。我一直帮他招生，一个一个收养，这个收养20几个孩子，他没生，这个都在家里，经济可范围内，不但成绩优秀，每个人都
善良啊，这人很好哦，这个黄妈妹很好啊，十八个孩子都知道不是我亲生的啊，快要到20个，十八个孩子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我不求他将来做大官，我赚多少啊，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力量，回归社会的孩子很听话，其实不用告诉他们，已经懂得做，因为从小看我们胡金兰就这样过日子啊，到处帮人不求回报，这孩子后来都很有出息，我替他们感到高兴。他们用纸房帮助人，有的是每个月捐钱布施，有的是到处替人服务，有的像我一样当初那样收养小孩来照顾，不论是用什么方式，这孩子几个问题我们这孩子的几个问题我问他们要不要结婚啊，当初我不想结婚，但是社会环境逼我无法抵抗，最后结婚，不过幸运是嫁一个好先生陪我做好事，不论求我如何，今天我能好过日子。我鼓励去看看啊，其他家庭看到人结了婚之后过什么日子，如果他们也喜欢就结婚啊，我也不反对。这一生我都帮助人，自己和先生两个人啊，闲来无事帮助人，活到70多岁，生命走到尽头啊，临出以后在第一当遗嘱，我还像啊以前要帮助，只要有时不晓得该如何帮助这犯罪，只听到书佛讲经啊，我明白教他们忏悔啊令我求生希望，我劝他们要听书佛讲经，好好听，心中万分感恩啊。好，我们看查高法师，执着都是人类的特质啦啊，就连灵性空间的中立也即失去人生，依然执着，难以执着回空天。为什么要执着？那是一种惯性行为啊，惯性呢啊非常坚固，不容易被改变，正因为习气如此，所以当有任何的改变啊变化破坏他所持，身体也立刻发出警讯啊，许多产生不安。像这个啊常高在讲，大家要听，我们人体不值得执着，所以在灵性空间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书佛法身前来操作，很多空间众灵习惯原本所在空间，佛观人还不愿离开，这等众灵执着啊，并为大家是身体后才变如此，多半在有人生啊，就这样个性，众生执着让他受苦不断，书佛慈悲操作这些众生，但众生因为执着而宁愿受苦空间，就像一棵已经生病啊，根已坏掉老树，这老树年纪非常大，在病后样子看起来就奄奄一息，书中的老龄和大树一样老啊，待在这棵大树要将近千年时间，非常习惯空间，执着大树空间，所以当他们大树生病，他还是坚守大树，所带的金光来超度啊，超度这片森林，他们同样不愿离开，这是众生的执着。禅高希望能帮助破除执着信念，早日见性啊，很重要。好，这个净化，所以啊，众生啊，所以啊，众生与我一体啊，众生与我本来就融合一体。我想好看好众生，才能够啊想得更好，这就是对身体啊，像我们给大众的身体很重要。啊，我转善，众生也可以转善。啊，一切从我自身做起，会靠外来。行为自心以向内起，啊，回向外，啊，向外求。所以一切自己呀、啊，开始做起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人道来讲，要学佛啦。像今天讲的，我不是学，我也是愚痴。哈哈，啊，意思，那为了家一直拼命，啊，一直赚钱，到后来就空掉了。真的，
啊，向阿弥陀开始讲，啊，于是分灭啊，啊，笼罩世间，人心不安，佛在难待，啊，苦啊苦灵哀嚎，何人来救？事态如此，莫再沉沦，抓紧助生了，啊，离世为要，自显能救啊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，我也给大众啊讲。现在人大都不为这身体生活了，啊，你看高学历，啊，每天你看看上下班还是自己做生意，都是为这个生的嘞。啊，不晓得我们身体它是借用的，像我们现在啊，养性啊，给大众讲很重要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、啊。就是这个心在做主啊，叫做养心呢、啊，养性啊，养心养心啊，跟大家可能也听不懂，养心啊，做好，看好，啊，找回自信。像现在人呢、啊，都生老病死哦，啊，没人懂，也没人教，也做不出来，啊，这。不懂得走出来，而且醉生梦死，看很多的嘞。啊，所以邦邦曾经啊，啊，轮回无数，宛如浪花泼泼啊，未歇。啊，时时浪花来自夜海，如何啊？如何才？像我给全世界讲啊，不管小孩子、大人，早一点学佛。啊，学我改心，纯善。像现在你啊，三年多了，看到听相关大佛师、佛开示、老师开示，都教你们好的嘞。啊，千万不要为这个生啊付出代价，太不值钱了。而且是放话。像我们每天呢、啊，不是见心，哎呦，每天浪费时间的，放话的嘞。啊，是放无中啊，夜海中寻，改头换面不知但是，你看又轮回啊。啊，每个人都是轮回的。啊，所以浪花呢，在一飞当时啊，当要等行啊，莫要在雨，就好像你看到海。啊，那个海浪很大，啊，看到海浪好像跟平常一样不一样的嘞。人道很可怜哦，像这个人生来给大众讲，难得我弥陀啊，明念佛啊，离世自显成佛。啊，世界都是幻化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时间呢、啊、过得非常快，啊，一放就过，一放就过。啊，说再念除障，念念是佛。啊，心心有佛，所行同佛。像我们现在宇宙准则就是慈悲了。啊，你能够慈悲，慈悲再慈悲，慈悲慈悲再慈悲，啊，你就把自己给救了。啊，像我们来越来越慈悲，没有自己，啊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见性很容易的来，他主要不病，啊，也能不老，而且智慧如海。像我们给大众讲，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哟、哦，啊，自己要去开发了，啊，能啊给大众开发结果，见性。像我们这里就在栽培见性，看你是不是你觉得人道很可悲的来，像现在在地狱啊，你们没下去不懂，地狱都在受报。他不晓得人体啊造作罪业，不懂的。
像我们常常在讲这宇宙的准则啊，但是听了当耳边风，假如你不是宇宙的准则，你偏了，身体就出问题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慈悲啊，自行，毕竟坚信成就佛道。像我们为什么要慈悲？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啊，身都没有污染，你不会被附体。就好像魔众附我体没用，我纯净纯善啊，你附我体没用的。像这个身体很吓人哦，我现在看到魔众，不管银河系魔众，啊，宇宙魔众、地球魔众，愚痴哦，啊，不晓得造业在身上都要受报的嘞，没有一个不受报。啊，如果是如果听见善言规劝，难以接受，排斥怀疑啊。聚之千里，而受轮回，阿苦报是为此者。就是现在大家还是什么？你造的业就在你身上了，啊！假如你存好心，就不会在这造了业在你身上，你都要受报的。所以都要讲好话，不能讲不好，什么都要看。啊，救谁救你了？啊，像我们现在佛都在开导，也在规劝，啊，规劝我们人道了，啊，能够做无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做，把自己给忘掉，啊，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日子过得很快哦，一晃就三年。像我们那积极在做，也不晓得三年好像是三天，真的，你没感觉我们才进来没多久，说三年了嘞，啊，把这三个大地都改了。啊，本来这里都是枯萎的，所以如啊，如果文化啊，只珍惜不遇，在修行之身难得，只轮回造业受苦不断，但要离失啊，啊，自显为要。这个身体要做了，劝人家存好心做好事，啊，行好事做好人。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啊，给大众讲要见性的，像你们眼睛看不到，佛就是树立在这里啊，很棒的嘞。啊，如今弥陀下方，入于相关藏历一切。假如你能看得到，就恭喜大尊。啊，你要问我什么大尊？连天有没有大尊？啊，大地连天的大尊呢？西方三圣，像我们现在啊，在人间呢、啊，福报最大就是闻到大法。啊，人道骗人的，啊，人道你闻到大佛，啊，看到这个如意弥陀下方如意相关藏历于前，啊，偏偏佛语啊，警惕末尾，叫我们要诸恶莫动，众生奉行，劝人家念佛最好了，啊，念无念无念而念。啊，你看一个礼拜啊，
三篇佛语哦，珍贵哦。啊，人越进化研究啊，访问越多。啊，来啊，若来为啊，当行为行，啊，乃至昏蒙难醒，是为此者，就是一直睡觉。给大众讲啊，不管听经法会，不要睡哦，睡哦就是愚痴者了。啊，大部分都不能做主。像很多人不晓得佛法的殊胜珍贵啊，啊，你知道珍贵，你就不得了哦。啊，每天有进步，你是自在，身体能量好，它不会分层的。啊，若是乃为单行为行，乃是分蒙难行，是为自在。日日一过再过，何时难辞？啊，离世啊，就好像日日一过，每天空过了，每天没见性了。啊，入于相观，斩于离尘。像佛语不得了。啊，你能够苏醒啊，对自己是帮助是最大的嘞。啊，把自己给救了。像每个人都在轮回耶，没有一个不轮回的嘞。啊，说乃是乃为单行为行，乃是分蒙啊难行，是为智者。说日日一过再过，何时离啊离死？不懂啊，现在人道很难苏醒，都淘汰比较多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，你不是救世哦，啊，救你自己身体啊，先救。啊，你心要先改，把自己身体给救，能救世的。假如你还一天过一天呢、啊，你不能救世，你就输掉了。我也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说日子过再过，何时离痴？精进前行啊，勇猛破万难，面对除万障。听经啊，像我给大众听经很重要。啊，听经找回自信。像啊，偏偏我在练这个偏偏精华的嘞。像我们要见性的朋友很容易哦。啊，主要是个性害死，所以精进前进勇啊，勇猛破万难，面对出万障。啊，于是啊，自观得闲，出染。现境是为见性之事，像每个人都要见性的。像现在，啊，我给大家为了这身体，很可怜的，没有人懂。啊，像我跟老师啊，苦口婆心。啊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尽心。像尽心救谁救你啊？啊，所以要改变哦，所以修行呢，逐步的修正自己，改变过往的习气，啊，调整为全新自己，是为脱胎换骨。像父母没有教育啊。我们学佛知道说，哎呦不行哦，原来我很有个性啊，那有个性的不能见性不行，
啊，只要有个性就输掉了，没有人懂的。啊，要调整身心。啊，莫因有为啊而影响自心，就心不能动了，心一动就输了。但是无为，难以行中尽力啊，精进突破是。像每个人呢、啊，啊，给大众讲，找回自己容易的，没有人懂的。像你现在在我们相关道，是佛在调我们的来。真的，珍贵哦！啊，假如你不能珍贵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一天能当两天用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孩子啊！改变过程，处处修行，但是啊，虚心学习，积极成就。你看，啊，不管佛老师都苦口婆心在劝导啊，啊，修行啊，得遇啊，如是我这般的见性之善知，以及不遇。你们的问题，我了如如掌的。像啊，我以前呢，在古今就讲。这么好的佛法，啊，为什么你们都不苏醒？啊，你说好不好苏醒？污染越大就难苏醒，没人懂。像我们那给大众讲，啊，救救自己啦，不是救谁。啊，自己能够苏醒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啊，切得是我一再而三，啊，地苦口婆心叮咛提醒。二六十中啊，与四中旁相随不离。啊，眼光而若是有意，有偏有别有异。随时调整，啊，莫偏啊正道，啊，莫离正轨。你讲很自私啊，其实你不能见性。啊，你说你自私不自私，要看你自己啦。啊，你说人道人自私，自私你怎么去度众？啊，自私不能度众的嘞。没有办法的嘞！啊，你要帮助人呐、啊，才能够度众的。像人家骗呐、啊，啊，你就给他挣。啊，一骗你就给他挣。像我们也给大众讲啊，修行要装的嘞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见性很容易哦，啊，所以遇到了啊，这个二六十中啊，分层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，啊，是我讲经说法，苦口婆心啊，提心改过。像现在给大众讲，其实都是自己害自己，啊！你有个性啊，你有主观啊，把自己给毒死了。像一个四五岁孩子就这么执着，你说你要怎么长大？很难长大的嘞，而且你会很苦哦。
主观很强的嘞。啊，现在给大众讲，现在有个性，自己都害死自己呀、啊。抓苦口婆心啊，提醒改过，莫要有个性啊，招感的夜深老病受苦。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啊，生病也是自己。这不是佛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老师就讲，确实众等若为啊，力行来世受苦啊，但要警惕啊，提起决心、个性、默契，免啊免受苦难。现在我给大众都是自己独生独气、独死独来，没有人会救你的。啊，自己毒死自己的。啊，金碧华药，啊，提醒重点，深入浅出啊，味真挺味。假如你能听进去，哇，不得了了，进去了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法界众生闻得法音，啊，知过王爷无人教导，造起罪，真的，你看，没有人讲，啊，现在有人讲，你家不听进去，自己就受苦了。像现在，啊，人都隔音比较多，为什么隔音？想自己想太多就隔音了。没人懂，啊！说法界众生闻得法音，啊，知过王爷无人教导，造下罪业，啊，这也叫做常常啊，在无量寿经，先人无知不知道者，无有余者。现在佛就在救了。没人懂啊！如今知过却已晚，幸于弥陀说超度入行。想起喜欢啊，像我在超度，在人道比较多，尤其无缘会乱动。现在华净土不是一百倍，一百去喜欢。啊，反正我来牵是到西方了。假如你自己去呀、啊，啊，念头一辈子人道去了，天道去了。啊，说多少修行者，啊，欲寻善知识啊，提点、指正、解惑而，啊，偏寻不着。真的，你看人家翻山越岭，像我以前常常。听老法师讲，翻山越岭啊，要找名师的。现在名师就在后面，三尊这么大，呵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大士是啊，都可以问他的嘞。现在佛今天也开始讲啊，你们有问题啊，都可以来问佛。啊，就是佛的心语要打开看看，你的问题都在里面，就好像无量寿经那些问题都在里面的。啊，寻三知识提点，只在那解惑而偏寻不着。啊，原地打转难以前行了、啊，直至。生命结束，一生就白来了，没用了。啊，像大家看我也是薄地凡夫啊，跟着佛抓紧，
佛讲什么就做什么，每个人都可以的。啊，像以前也听金光老法师，啊，莲池大师就三跪一拜了，为了寻啊，啊，一句真语要怎么开悟？相信在佛本身在这里讲，啊，你们家不行了，这太可惜了、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人道啊，没有那么容易的。人道你不修行，他就一直老，一直枯萎下来。一寻啊，上知是体点啊。你看方山月岭，没人懂的嘞。啊，方山月岭啊，他能够讲一个真言良语，见性的。啊，所以解惑。啊，偏寻不着，所以原地打转，难以前行，直至其啊，其啊，生命结束。啊，只是如此啊，未能够生息，再入轮回。可惜人生一趟修行之路，现在师众弟子很多，身体啊，不要一天一天的空过了，见性是很重要的。你啊，师众弟子啊，现在老师在讲，师众弟子啊，当支持法言殊胜难逢哦。佛语啊。真正经言良语的嘞，没人懂。像我每天发起充满，啊，做不做？我今天又赚到了，啊，今天你看看，一天又过了，人生没有白来的嘞。啊，说是东西单字词华严啊，殊胜啊，难逢，且因阿弥陀佛赞助相关大佛事，啊，众等随时能够请出啊，佛语开始，真的，讲，这一直讲讲不累的，我越讲越开悟，像只要这个，啊，你拿这个佛的心语啊，你讲出来给人家听就不得了了。真的给日本人听了、啊，这个不得了的嘞！要有大力的、啊，只要软软的就没办法。我看你没有软的，大力才有办法。现在在医院不是很有大力吗？大力就用这个讲就可以了，翻成日文就再讲给他，讲给日本人听啊。就可以录的了，用这个本子就可以了。啊，切应阿弥陀佛赞助相关大佛事，众等随时能够请得佛开始。他、啊、昨天就，啊，这个大陆，啊，北京也来问。还有一个是一个香港的也来问，啊，还有黄师兄也问，呵呵，马上回答，很快的嘞。啊，我给全世界讲，佛是大家的，啊，你们随时都来问，可是啊，佛讲的话你们都要去做，啊，不是来问佛都不做，像你们在这里要感恩佛的嘞。没有佛就没有相关大佛事了，啊，对相关大佛事珍贵的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，啊，所以切应阿弥陀佛赞助佛事，重点随时能够
请得佛语开始真的啊，随时来找都可以的啊，佛讲的要听。家里面要小心哦，像那个北京来问，有一个16岁啊，摔跤都昏迷好几年起不来。住北京的嘞，现在很多小孩子很早就抓走了，那个个性就被抓了，个性死不得嘞，啊，一定要听话，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啊，师兄弟子当知此言法言殊胜，难否？啊，请阿弥陀佛镇住啊，这个佛事。众等随时能够请得佛开示，直至啊核心及改正之处。啊，像都是冤亲债主，很早就找到。像我给小孩子讲，心要好，不要心想坏，啊，那恶魔就进你身体。假如你好，他不会进来。啊，什么都看好。看好看好，不要看坏，啊！不要生气，尤其，我告诉人家，马上给你抓走。魔众很坏的，啊！只要你一生气啊，一哭啊，啊，他马上到，满满的了。你看现在魔众这么多，吓死人了。每天抓师兄弟子，魔众一堆哟。啊！你说谁还担？但你自己害自己啊！个性不值钱呐，啊，一点一点点小东西啊，坏了半死。啊，你说害谁？当然害自己了。家里面感冒，你妈妈也不能代替你。啊，你咳嗽，你妈也不能代替。啊，都是自己要受的嘞。啊，所以要持之核心及改革正处。啊，主子当要会听啊，听懂能行，切莫等闲事之后是大利用，改改改，改到彻底，突破。啊，不能突破，不能找回自己了。现在很快就2023年了，现在已经出第二天了。很快哦，日子过得很快。像我这个，我给大家，我好像都停在，啊，从我进来到现在3年，我都没动。啊，你看这心情很棒的嘞，一直做。所以我也劝大众啊，啊，突破业力，啊，心要好，看好想好。像我们这里啊，也给大众讲啊，规矩要懂，啊，只有佛法没有外来，只要有外来了，你造业就很大。我讲你们要听我，啊，说生活中啊夹杂许多习气啊，个人不同习气，莫因啊习气啊不知成就。像现在这宇宙总则很可怕的，你们不懂。像我学过30几年，我都劝你们都不听的。像这个，这，我拢靠近这里，啊，李嘉贤一两就好，每天个性就强。啊，像我们也给他这种学佛不是压力，啊，学佛是松解。你有压力不能学佛啦。啊，这压力怎么讲？你的个性啊，人家要顺你不能顺，啊，你个性他就把你抓走了。每个人都是好人呐、啊，就是个性没改了。啊，所以业心于啊，不知觉中显出是于啊自信啊观啊于啊是于啊自信习惯。啊，像我们现在，啊，不懂啊，
日子过得很快的嘞。啊，佛语啊，意念啊，理啊，自当有觉，在意念都要存善，没有一个不善的。啊，莫使业心啊障起，所以啊，自当有悟，觉要所觉，精进改制啊，突破业心，使之啊修行成就，都要修的嘞。啊，你要自己要改个性，就是修行了。个性越改越改越改，把自己给找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不然日子匆匆而过，啊，没有谁救谁的。啊，人们生活的脚步啊，瞬间你万变的时代中匆匆而过，所以给大家呢，每天抓紧机会做好事，啊，劝人家念佛，教人家翻译，啊，你要教人家翻译，教人家念佛，你就把自己给找到了，啊，每天都在做好事。啊，不相信啊，你啊，啊那个还呢、啊，开始都做好事，就劝人家念佛，啊讲都讲好话，你就翻页，你脸就不一样了。我劝你、啊，给你讲要听，你是聪明人，什么都看，不然一天匆匆就过了。啊，如今呢、啊，停下脚步，日子突然匆匆而过。当时的自己，现在自己有多少不同？就好像你看看日子过了，烦恼多就老了多，啊，一直烦恼啊就枯萎，都为自己自私自利就枯萎，为众生不会枯萎，啊，想的就是帮助人就不会枯萎，啊，想着自己就自己枯萎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听哦，救自己的嘞。像我们很多人还一直想想自己，想自己，想的脸都歪里八气的，都不是自己的。啊，你要帮助众生，你就把自己呀 啊这个念头转了，没有自己，你的细胞都停止不老。啊，念头不停打转，是我们在忙碌的日子中有所体悟。啊，而愿意放下世间啊所有，修行无杂回啊，原本清净自己的啊自己，这个放下世间所有，大家听不懂啊、哦，很多人做不到，就是好像有就用了，随缘了，不要起烦恼，修行最重要了。像我讲世间所有。也要用到刀口，用到自己身上，啊，这一次来就白来了。像你在我们香港大佛寺看到的，都是为众。啊，你才能够翻页，你才不是为众，都是为自己，都不能翻页的。像我们自己都想要松，很自私哦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只是为众，啊，把自己忘掉，你不自私，见性很容易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啊，愿意放下世间所有，修行找回原本清净自在的自己。啊，日子匆匆过，一切匆匆，一去不返。啊，你看这时间过了，你看今天过了。一天礼拜一没有了，啊，所以一切匆匆一去不返，啊，日夜匆匆交替，日出月落，啊，日夜，啊，日落月出，人们在这里匆匆而过。
啊，每一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啊，不想我们身体很珍贵，他是科技的科技的嘞，没人懂。像现在给大众讲，啊，你看身体呢，生病的很多，他不懂的嘞。就为这个生，像你讲的听得懂中文呐、啊，听得的活开始，这个生是来服务大众的嘞，不是为这个生嘞。啊，所以人们在这个冲动中啊，呼吸不停歇地，伴着生命流失。啊，自己的身心灵是我有所增进或是退步，这个好像再听不懂。假如能量差一点，就是退步了。啊，能量好一点，就是进步了。没有人懂的。阿家一下就分层，阿进来就睡觉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的。啊，学佛好处就是啊，给大众讲，啊，能量，能量越来越好。啊，不是人家坐下就打瞌睡，而且早上睡不起来，很丢脸的嘞。啊，自己原谅自己，就把自己给毒死了。像做人来讲，做个有用的人呢、啊，而且在相关道是要有规矩的。啊，自己的身心灵啊，啊，这个是否有所增进或退步？好像大家听不懂，灵敏觉知啊。啊，身体你看看，他不累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日子很快过，他都没有流失。像我们今天人道来讲，流失太多了，就为了这身体的惯性、身体的个性，不能突破很多。啊，说修行者从中之间可领悟到什么？啊，一切放境中，啊，一切放中，可有让自己多些清醒、多梦。假如会看人啊，给他比较能够熟悉。假如你要出去都不会看人，很难哦。看人很重要，看人才知道哦。像这你看看啊，我们去那每年这个啊，布里斯本，哎呦，很多都不是自己啊。啊，来到贵宝地啊，眼睛开了，看你就知道。现在我们这里就是给你清净了，找回自信了，可让自己要多一点清净，多一点啊，少一点污染，不要想太多啊，都是想众生。啊，还是一天天匆匆的过，无法自主就老病了。像这个因果很可怕的嘞，啊，这因果，他在你身上看得见的。现在大部分都清洗小孩了，现在很少小孩就被抓走了，啊，他也不能做主，
所以给这种讲啊，父母教起来纯善啊，纯净纯善，孩子能够有救啊。假如自己呀、啊，啊，教了孩子不纯纯，孩子就夭折了。啊，整个就输掉了。啊，所以一天一天都弄过，依然无法止住的老病。啊，依然分啊分层，啊，是我有决心和加紧精进用功。啊，我们讲说啊，他很聪明，其实谁有海量之聪明？海量聪明的，啊，这个问题我问过佛了。问题是他思维不能停啊，很难够做主。啊，就在你的身上给你讲，你也不听，思维没停过的，就会在身上。啊，所以给大专家，人家给你借镜啊，你也会看，这样你就自私了。你看看我们里面有几个自私都看得见，样子都变了。我讲经已讲很久了，讲给大众听，可是大家听不进去，就好像这个性呢非常难改，难改呀、啊，大部分不能翻译。像你们在我们这里这做佛事做义工，有没有功德？功德没有福德，功德是能够往生西方的，啊，福德不能往生西方。所以我给大众的来我们这里做义工，啊，一定要功德，把自己个性改了，佛讲什么你都改，你就翻译了。像我给大众讲，我们修行就是要翻页的，像以前在古晋啊，有个三十几岁啊，到古晋去给我讲，苏师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两年都不能睡觉啊，我看他好年轻啊，他穿黑衣服啊，眼神呆呆啊，我就给他讲啊，你上去我给你观想看看啊，结果我给他观了，隔一天我开门，他就跪在我门口啊，他说哎呦，我昨天总是好好的睡觉啊，我从来没睡这么熟啊，你要了解啊，这佛法很浩瀚的，都是重点。而且我叫他改，不要穿黑衣服了啊，他们很喜欢穿黑的，哈，像现在二三十岁、十几岁的，这穿黑的好像比较庄严，啊，这皮肤比较漂亮。其实黑衣服不好，我叫他改黑衣服改掉，啊，才二三十岁，好几年不能睡觉，没有人懂的。啊，依然无法自主，老病了、啊、依然分层，所以给这种听经要会听，像我们啊，每天讲经都经言两语的，啊，每一句啊都能震动你的心，能醒的。所以是我有所觉醒而加紧精进用功，早日寻回原本自己。啊，离苦生息，如此而为，再帮助更多人。像我们现在帮助人，就帮助自己了。啊，你不帮助人，不能帮助自己的。像日子过得很快，哎呦，今天有礼拜一，明天有礼拜。哎，还要我都抓得很紧，啊，我一天都不浪费的了。虽然魔众一直攻击我，也没有用啊！啊，我什么也不怕，
我跟你讲，我是西方人呐 啊，你们要好自为之啊！不要讲你地补地补，怎么地补都没用 啊！不要讲我魔王的命令，你是傀儡，赶快归顺。所以一切众生，一切努力都值得突破的嘞。人道身体，科技的科技哟、哦！啊，在我身体是看得见的啦。啊，不要像人家叫你睡就睡。啊，不能做主的。你看，一个五岁的孩子都不能做主的。啊，做魔众的傀儡了。很可惜的嘞！现在魔宗讲魔子魔孙就是你们啦、啊，不听话的孩子就是魔子魔孙，很多人不懂。啊，不管男男女女都有，所以啊，以修行之境，当能够突破啊，有力有坚定毅力，决心成就，修行之行啊，难以有决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像我们为什么突破？改变生死轮回了，而不生老病死了。修行大力就是不能做，就是不能做，一定要改。所以修行当有大力，修行自己度众之行啊，当能够积极前行，生命之力全力发挥啊，只要你能够全力发挥，就把自己给撞了啊，使人生之生命就没有白来啊。下里面真的闻到大法浩瀚无比的嘞，啊，每天不空过，啊，能做无做无做做，像啊，我十七岁修行啊，哎呦，才知道修行是什么，原来修行这样就依教奉行，啊，听老法师讲经。啊，依教奉行，每天很开心的来。现在我每天都很开心。啊，为什么跟佛在一起？意思说，啊，我想要再来突破一件事，能够超度更多，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看人家生老病死，我们停止不生老病死，才知道佛法浩瀚，而且智慧如海。啊，像大众啊，你们要救救自己哟、哦，不是救谁哟、哦。啊，自己能够突破，把自己给救了，人生没有白来的嘞。啊，日子一天一天过的啊，意义何在？像我们现在啊，这个相关大佛是不得了啊，全世界第一啊，不老不病啊，灵性不死。像我一直在开花的嘞。啊，你能够进来啊，你就赚到了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像人最怕就是生病，你看每天吃药，我们这里不吃药的嘞。像几个人，你看
本来吃药来这里，我不准他吃的，病就好了。啊，要超度了，要轻重了，很重要。现在看医生也不便宜哦。啊，只要你开刀，在台湾，哎，100万跑不掉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假如你来这里身心疗法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有此人生啊，即此生命。啊，我有修行，我有精进。啊，救你自己本人的嘞。没有救谁啊。像我们现在在讲经说法，活在开始老开始，都是救你们自己哦。啊，不是在救谁哦。啊，假如你能够听进去改了，我恭喜你啊，你就翻页了。真的。在我们日子一天过一天过的意和在开悟见性啊，开悟见性啊，给大众不得了啊。所以老师讲，由此人生及生命为何修行，那为何经济日子一天天过的意是何在？不闻大法不懂，闻大法要见性的来。所以啊，这个问题还是如啊，如果能够肯定有利的回答，那么也会有肯定有力量的度过每一日啊。像我们日子不能空过的啦，要积极勇猛，不是一天一天过一天的，还养猪哦。啊，每天没有事情呢、啊。给大众讲啊，一直拜佛拜佛，把自己苏醒，拜到自己醒悟过来，对你们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那也是肯定有力啊的度过一日。孩子如果无力的模糊回答，那也是无力的模糊度过一日。像我讲话算话的，啊，你们不好好给我运作，在我眼前晚上不能给我吃饭的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我不是在养猪的，啊，我要养人才，不是人才就是猪了。没有用的人呢，那你就太可惜了。啊，为何修行啊？因为知苦，知老病无法自主的苦，现在很多。啊，一救自己离苦，也要救自己有缘的众生离苦。现在自己啊，身体众生这么多，像你们现在身体都不能做主啊。啊，谁做主啊？众生做主，你不能做主的。啊，一个聪明的人啊，一定要精进。啊，精进进化，找回自己。像啊，学净土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不懂的人了生死出三界，你不是学佛的嘞。像我们主要是要了生死出三界，发大心啊，你才能够翻页啊。假如说你要为了自己修行，我告诉你绝对昏沉啊，你不可能见性的了。像这个个人来讲，他身体是假的，又不是真的。
啊，唯有清净意味生命有限，唯见性情无常相随。啊，故事清净不分，啊，不令分秒空过，才能够见性体会。很多人不懂的嘞，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佛就在这里啊，老师都在这里啊，啊，一天当两天应都不供哦，当一天一天的过，看你们自己的。啊，你知道珍贵你就赚到，你不知道珍贵你就输掉。像我们的精进是对你好，又不是对舒适性。我给赵仲简又听，是救你而不是救舒适性。像我是义工啊，恨不成才啦！啊，那个真的成才的不得了啊！啊，因为遇到了阿弥陀佛为师，是我啊，活救自己。啊，这好像代表你就是佛，要救自己，所以故要报啊，不要报佛恩，要学佛救度众生。像我叫你们观想超度完，你们会观想啊？这个观想就是这头脑不要再想自己了啊！为众为众，这里也为众，这里也为众啊！你不要想自己，自己就放业了。像你们想了自己，自己这么沉重，哈哈，自己也不能做主，很苦的嘞。啊，佛救自己啊，故要报佛恩啊，要学佛啊，救众生。像我们闻道大法，啊，全宇宙第一的嘞，珍贵哟、哦。啊，像我教你的方法最好，把自己忘掉都观想。帮助众生，就把自己忘掉了。你看见性了，像你想越自己越多，你来我们这里不能成就。我给大众讲用听，啊，一个身体都不能用了，你还在想自己，啊，应该要怎么来度众？能救一个算一个。啊，所以学诸佛观想超度。乃至啊，见性后一啊，啊，这个法身啊，情众化解，啊，且千百亿法身超度众生。下来救你啊，也要有要你要改，像救了半死都不改，还是早上起不来，那有什么用？你说有道理？哎呦，要救自己的，不是表面在做了，有没有道理？很多人不懂嘞，像你作假了啊，人家人天眼目大家都看得见的嘞，也是自己害自己，没有谁害的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啊，像我们在这里只有真实在做，真实救自己，没有谁救自己嘞。所以日子一天一天过得以是何在？唯精进找回自信，啊，唯救急要度众生心，这是佛法啦。啊，唯弘扬净土，啊，让这个法界众生皆知道阿弥陀及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法界大部分知道了，人道不知道，人道很难的嘞。
啊，扔到你只要有主观，你就输掉了。像人道最笨就是用思维了，想，想在想，啊，一直在想，太可惜了，啊，想能不能解决？不能解决，啊，一天过一天的浪费掉了。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为精进找为自己啊，为救度啊度众，为弘扬啊啊净土，像这个弘扬净土很重要，很多人不懂的。现在法界众生呢、啊，都知道阿弥陀希望极乐教主在相关道，真的只有人道不懂，人道不会珍惜的、啊。像我现在啊，在观想，啊，整个中国、整个东南亚，啊，整个台湾、整个澳大利亚都能知道佛在这里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这是佛法，没有人懂。啊，这个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啊，相关大佛寺，啊，在做什么？人们是为一体啊，心平祥和，到处充满的明亮，但是啊，这个各个脸上挂着笑容，看不见一点苦脸。我们这里相关大佛寺在做这个来，每个人快乐啊，每个人呐 啊过，你看现在大家每个人忧郁躁郁，那是不对的嘞。像我给王藏讲要听经的。啊，听经啊，你有出路，你能找回自己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啊，人道啊，学佛啊，可以安心地在任何一处啊。啊，可以啊，任由啊，地球任何地方。啊，我哪个方向多久多远都能安全返回，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地球啊，啊，蓝得发光发亮，可以的嘞。人道可以修道啊，啊，让天众见得无不发出赞叹。像我们相关大佛寺就在做这个了，啊，每个人都很快乐。像我们人体很短，啊，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啊，把自己给害死。像我们现在看地球来讲，啊，地球你看，啊，离近啊越来越远。网络害死人的嘞，像我们现在孩子还行，他不想见性，网络跟我没关系，要见性这东西不能碰的嘞。啊，尤其电脑，啊，你碰到这个东西啊，你想要见性就很难了。像现在我们在教人的头部，不能有思维的嘞。啊，这个头部思维啊，你就污染了。啊，这个、头部啊，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净化，给大众讲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现在这世界无有依靠啊，
很苦的嘞，啊，大部分活在痛苦之中煎熬，啊，那谁给他煎熬？自己害自己啊，自私，啊，像给大众讲啊，千万不要自私哦，自私把自己给害死啊。啊，现在地球啊受到污染，啊，急需要净化。啊，以恢复本来善良自信的风貌，现在佛在调整啊。啊，希望大家啊，在我们这里啊学习啊，在网站在听啊，将心导正，正面善良纯净纯善，可以找回自己来。我们这里不准生气哦，像今天不给吃饭，谁再生气我就把他抓走。不给吃就不给吃了，我不能这样一天给他过一天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不听话不要来的。我们这里是纯净纯善的来，啊，能调能调要调，不听话就不要吃饭。啊，现在要给法清法师讲，啊，不听话就不煮了。啊，养你啊是要见性的了，养你不能见性就不用养了。啊，养你是恢复本来的善良自然风貌。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此时相关诸子当尽一份的地球的责任，改过净化力量行为之心啊。啊，方有能力啊，同阿弥陀佛是我啊，啊，行救世间度众。像地球污染是网路啦，像你们也不想见性，你尽量亡。要见性啊，连手机都不能碰的嘞。啊，现在的人呢，不是打骂就可以了，不用打，不给吃就好。我现在这里要规定是这样，我给大众讲要听。啊，自救就修行的目标了，达到自救救他，啊，自度度他的目的，不是你个性要这样就个性，我不准的嘞。啊，我们个性都要好，像你现在今天有在听经啊，好好的听哦，什么你都看好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假如不听话就少一餐，啊，少一餐不要吃，改进。啊，等你改好了才吃饭，很重要的嘞。大人小孩都一样，平等的嘞。像我们主要是要人家见性啊，来到这里不能见性，就太可惜了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你的里面的众生太苦了。像我们这里啊，啊，广度众生而不喜，不辞辛劳，解救众生之苦。他不听话就不要了，啊，才能找回真正的我。啊，愿意啊，众生离苦啊，慈悲心，啊，给大众讲，这颗心啊，能够见多少啊，众生苦啊，就看这颗心能做多少。家里越看得越清楚，越知道众生苦，啊，你是一个智者，像人道都不能做主的嘞。像我们这里啊，希望大众修行啊，这个修行啊，直至前进，再前进啊，无有知识，见性容易才来啊。修行呢、啊，对自己、对众生责任啊，多尽一份，更多一些众生得度。
像我们生啊生命啊，要大家要把握啊，有这身体才能够见性的来。我也给大家讲，身体叫科技的科技呀、啊。啊，身体科技的科技，你能够找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相关大护士，啊，一直督中，啊，一年365天，没有一天不督中的。能救一个算一个，给大众讲要听我。啊，像现在大众差不多在黑暗之中，啊，怎么讲黑暗？生老病死就是黑暗啊，不能做主了。啊，现在相关到大伙是个曙光，我就在这里。啊，你看佛在教法，教你因果。啊，现在我们来看人就知道什么因什么果，他不能骗人的嘞。啊，所以因果之中，自己能够处于何种环境，实当不是自己能做主，啊，有其因而得其果。像我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宇宙准则很重要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晓得，啊，我们的这个整个空间都是生命，都是因果来的。你拿一本《佛之心语》来给我，就可以给你介绍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你把它翻起来就不得了。啊，空间以为所见所闻如此实上，还有更不同状态。现在空间很大，像我现在啊，在跑这个空间，哇，这不得了，重重无尽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念头一定要正。啊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像佛现在正住在相关大佛寺，啊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。全世界不管里面中国的啊，习近平赶快来找佛。我给大众讲，我是一直在喊，中国就有救了。我自己本身也是中国人呐、啊。啊，中国很重要的，人口多，大家来学佛教育。啊，提升灵性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以前呢、啊，疫情来的时候啊，啊，我就一直在教你们中国的，啊，在习近平的嘞。啊，像你们要来这里啊，听我这3年讲经，我都是在教人好的，佛都是在教人好的嘞。啊，没有一点私心的嘞。而且这空间是突破空间的空间，啊，像我们人到眼睛看不见，空间重重无尽的来，啊，不是只有这空间而已啊，像人心要好，啊，人心坏了，就是小孩子一生气，众生魔就找到了，不能生气的嘞。像在我们这里啊，不断的提升灵性。啊，像我们身子有限，灵性无啊啊，灵性不得了，无限的嘞。像我们身体命之有终啊，现在佛打开了，万物都是灵性做的。现在我看到了啊，你看我每天在超度的前面水果都跟我讲话的嘞，他们看到法会很精彩的，我都把他衣服给脱了。
啊，每个水果都是灵性的啦，灵性是不生不灭的啦，没有人懂的啦。像我们佛法能突破时间空间，啊，能更高更明啊，更亮的空间呢、啊。啊，像今天永宁访问的，你们看到那个仙人呢，在几千年呢都在空间的了，看到我超度，啊，他一头雾水，他为了自己呀、啊，他没有注重啊。像我们现在相关大佛是完全为众度众的嘞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不论是何时何地啊，空间森林明亮，尤其是佛光对呀，森林必有其啊，注意，像我们这里不得了，啊，只要你听经，佛开示。老师开始不得了，依教奉行就把你给救起来了。啊，且有佛之大慈悲力、功德力、愿力，啊，威神力其中，在我们相关大佛寺给大众讲不得了，所以啊，众生之自性本具。啊，如今处于暗明，佛光能够注意啊，众生破暗。暗明好像这些，我们不能思维了，思维就输掉了。啊，人家思维想到自己啊，你身体就给人家用走了。像这个很多人做不到的嘞。啊，劝大众一定要做到哦。啊，假如我们能够净化，拜佛净化，啊，拜佛净化，佛光能够住啊，啊，拜佛啊，破暗见明的嘞。你不要看这拜佛很重要哦，啊，乃至见性寻回之心成就佛道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。阿弥陀佛，如今在相关能住之加持之，但愿呐、啊，啊，众等前来得受持。每个人呢都可以的嘞。像我积极都在讲经啊，啊，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积极在讲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希望大家一条心。啊，娑婆世界翻页了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无惧啊，魔众干扰身，抽筋剧痛，皮肤痒，带众之苦啊，一点无碍啊，度众之心，向大家一定要学哦。啊，魔众怕不怕？他不懂，魔众不懂，魔众是坏孩子，啊，他没有教育，啊，专门怎么要清洗人呐、啊？啊，为快乐之本，把自己给害死，很自私的来。像我们讲的自私，跟魔众就一样了。像你们现在来到相关大佛寺不得了啊！啊，能够跟阿弥陀佛老师啊同条心，啊，精进不懈，慈悲智慧诸事进化在精，善在上，就把这里突破了。像我给大家不能有思维的来，啊，思维对你伤害最大，六根清净绝尘劳。啊，行为自性是为要，无量智慧为了得人的啦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你们是救自己，不是救苏师姐。像我自己得到大法，啊，可
可以啊，唯求不老不病不死，这是真理的。像我们香港大佛寺啊，门打开的嘞，啊，想不老不病啊，不死啊，灵性不死啊，来我们这里身心疗法，可以的嘞。啊，身心疗法解诸苦，一条心向前去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见性的，要有心起来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啊，大佛在眼前哦，啊，什么因什么果不能骗人的，存好心做好事最重要。啊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你看现在的恶鬼道很冤枉的，地狱道很冤枉，没有人教啊，下地狱的。尤其现在孩子啊，十几岁都在受报，不懂。像佛法教育是调心的、啊、疗心的、啊，啊，进而调身、疗身。只要你听话，灵性提升很容易的来。啊，灵性同时调啊，调身心。啊，疗身心当中得到调啊调疗之提升，啊，主要在调心呐、啊。像我教啊教大家，你能调心疗心，啊，你身上的重灵他会给你化解的嘞。现在我们身上的重灵太多了，没人救的。像我们改个性好不好改？你看这个五岁就难改了，你就知道非常难改的嘞。啊，不要讲你二三十岁更难改啊，可是要改。啊，像我们修行叫做心法，心不能污染的嘞。心净如国啊，国土净，是重要心的。像我就改心。我都看，不看坏，都在救人的嘞。而且啊，灵性同时以调啊调身心，疗身心当中得到啊疗调及提升，进而调身疗身，佛法的善调心疗心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心要看好，什么都好，啊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修行由心地下功夫，啊，于是可知在修行中一切状况由心起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啊，见性很容易的来，没人懂。啊，这。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心静如土静啊，值得花时间精神体力去啊去了，不要自私就不会懒惰了。像我们大部分都是很自私，他不懂啊，自私就把自己害了。像六字洪名，很多人不懂的嘞。像我这六字佛名超度很多的嘞，救很多的嘞，啊，为调心调心呢、啊，解心之苦，去朗得、啊、心境之洁净妙法。啊，故啊，解决啊，修行之中问题由心起啊，啊，修行由心地下功夫。很容易的，像我给大众讲啊，学佛要有大力啊，什么大力？法喜，法喜很重要哦，而且法喜不累，
真的啊，身心灵灵敏啊，啊，所以这状况有星期一修行，有的心地下功夫，调身疗身疗心，像啊疗身疗心，很多人听不懂，纯净纯善的来，而且给大众啊调心疗心啊疗心之困呢、啊，去染得净心境之捷径妙法，很快的来，像我们现在啊给这样个性强啊。啊，人道魔界很多的来，像我们只要有个性自己主观，大部分都是魔界来的。像我们现在魔界，啊，我也给大众三河大地都是的，像这个大山压火焰山冰山洞，都是魔界哦。啊，我们要不要个性？不要。像这个魔界啊，压在深海底，千万年不得出，没人去救。他也不知道六字洪明啊，像我现在海底都在救的，就是一句六字洪明。像魔界啊，要感恩相关大佛师哦。啊，你看现在的魔很多，有电脑魔、游戏魔、网络魔、情魔、睡魔，啊，贪魔、嗔魔、痴魔、傲慢魔、疑魔等等，啊，男魔、女魔也有，现在女魔很多，现在不要碰女人，女人女魔最多，女鬼最多，像现在孩子所写的都是女鬼，魔界都是女的。啊，像古时候的人呢、啊，女人不值钱的了，恨心也非常大。他不懂，为了恨就当魔界去了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哦，因啊速速啊忏悔改过，方能止住啊恶忏罪，方能止住恶忏罪。啊，盼能消除啊，啊减罪，否则受报是苦如何可？啊，如何免？所以啊，莫因啊恶小而为之啊，啊莫因啊善小而不为。为此啊，警惕大家是因果名言啊，啊此心啊降伏魔怨是为高明之法。啊，像你自己呀、啊，啊，人家讲你是魔，改自己呀、啊，纯净纯善就不是魔了。啊，无私无我就不是魔了。现在魔界都是个性了。现在父母也很难啊，原来孩子都有个性，啊，把自己给害死啊。像我们这里在教学啊，啊。啊，给你啊，无任何给没某种给控制之处，像不能做主很苦的嘞，啊，你们进入空间就是不能做主了，而且进入空间很危险，突然间你要去做什么，比如你爱个什么进入空间，就是做这个万物，现在进空间很危险的嘞，啊，不能不懂哦，要好好的经营啊。啊，佛之佛光住在为最直接啊，令魔心啊魔怨品得净化。啊，相关诸佛为相无魔众之佼佼者。啊，以其对佛之信心性解啊，无是啊这个无心无事无我一体光慈悲力，带众生苦来。像你们啊，没有办法带众生苦，你看他一进来，哦。很勇猛的，你说谁害怕？没人怕的。像我心很定，我这身是假的，谁管这个身呢、啊？
像我给某种讲啊，好自为之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你看很多某种加入弥陀救世团队，啊，此举已将了无量无边之中，对于净化之污染啊，某种控制的伤害世人状况，有实际帮助。啊，实是我佛慈悲一大长句，佛慈悲哦，你看这么多的某种。啊，整个地球好几圈的嘞，佛慈悲啊！啊，都在念佛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实是我佛慈悲一大忏悔啊，大慈大悲，降伏魔怨的。没有人懂了啊！现在活着积极在救啊，能救多少算多少啊！只要来这里啊，叫他出生种上根，成就菩提果啊！我若成正觉，立本无量寿，给大众讲啊。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